木造建筑里面就是最温暖的一个环节。要是一棵实心的原木，这可能是因为有地震或什么造成的龟裂。木造房那难免会有一些这种问题吧。这个天井好棒哦！这个天井真的好棒。就是你早上起床，你可以用靠日照光把你叫起来。然后这一侧有一个很大一面的布的窗户，很舒服诶，采光真的好。那如果是自己家有一个这么大的玻璃窗也是不容易，对，你都擦不到。可是你看这个窗子超干净。这窗子超干净，他一定常常擦，一个礼拜可能要对擦两次。啊，这个窗户当然一个礼拜要至少擦2次。我刚刚说，我就是女将啊，包含就是这个房间所有的，比方说饮料、铺床、放你的浴衣这些等等的拖鞋，通通都他自己来，都要很他自己辛来。苦哎。对，很辛苦，真的很辛苦。我之前看过那个纪录片，是专门在讲这个女将修行的。他们要从早上4点就要起床，早上4点就要起床，开始对今天一整天入住顾客的需求、人数，完了吃饭啊什么的，他的房间都要自己进来打扫。然后我有看过很厉害的，就是那种很老练的女将，他们是进来之后，她会。每个位置，比方说每个座位，他都会坐着。他坐下来之后看每个地方，看起来有没有什么地方很奇怪，用客人的视角去看，说，有没有什么地方有点脏，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东西摆歪了，这样等等的。刚应该是流量爆表，所以又看不到了。所以我刚刚讲到哪里？就是这样子温泉旅馆，就是这样子温泉旅馆，包含这个女将的服务，包含就是温泉旅馆提供的晚餐，通常都是这个温泉旅馆的老师傅，就是大厨。精心设计的料理，这也是温泉旅馆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之一。那个环节就是说，他会要大厨要决定要用什么食材才能凸显出这个地方的特色，然后当然这个也同时是你这间温泉旅馆的特色。你是用什么什么鱼，或用什么什么肉，或是你有什么特别做法？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技术跟知识文化在里面的一整套服务，所以我很喜欢啦。但是老实说，在跟老板在一起之前，其实我并没有心思去花钱去享受这个，也是这一两年才开始。会在出游的时候选择住比较特别的饭店或者是温泉旅馆。我们有住 backpacker 啊，hostel，我们也有住青年旅馆，对，我们也住青年旅大馆，家不要觉得我对，们都是这样子的我行们不程，是一定都这样没行程，有，我们也会住真的没很有。单纯的这样子，很普通的地方。其实真的也是可以在户外泡个温泉。
这样可以直接，对啊，直接那个就好了，直接照就好了。直接照什么？对啊。直接直播吗？直接直播。然后他吃羊羹，怎么了？会敲门吗？没有啊。羊羹2块耶。2块满满的羊羹怎么吃完？日本にはよく来るんですか？一年多分2回かな、2、3回ぐらいかな。うん、でもトーナメントとイベントがある時でのために来ますので。毎日、よく来るのはないですね。这蛮好吃的，不是很甜。对，不是很甜。啊？这个已经不是很甜了。这已经不是很甜了，它这个很爽口，一点都不甜。我以为我刚刚看到2块羊羹的时候，我想说，天啊，羊羹这么甜，你还给我吃2块？结果这一点都完全不甜。是很爽口的那种。然后观众都知道价钱咧，他们应该上网查了，是17000吗？没有哎，我订的贵了一点。你订的还比较贵一点。应该是因为今天人比较多吧，最近人比较多。OK， 所以比17000多贵一些，好吧？他的餐点还有。包含你是订不同的餐，价格就不一样。Oh, OK， 还有订不同的餐。日本語読めるのすごいです。あ、そんなことないですよ。今、まあ一応日本語が話せますので、ぜひ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Thank you for showing this trip. I'm learning a lot about what to do when I go. That'll be good. Yeah. I'm happy that helps you.根据餐的餐点价格差蛮多的、嗯、我们吃的是丰厚牛套餐，所以你们应该可以算得出来吧。最贵的一个人大概快10000。嗯，有哦有哦，但是老板不是订最贵的那个行程吧、嗯接下来就是放松啦，到了这里就是放松了、嗯，对不对？没有别的行程，就是没有别的事情，就是想泡汤就去泡汤，想看电视就看电视，想睡觉就睡觉，想倒下来就倒下来，想在外面吹冷风就外面吹冷风，没有问题。想要打鼓战场就打鼓战场，非常的随心，这才叫度假。我现在好了，不好意思。就是以前不懂，你要去大街上买啤酒？为什么要去大街上买啤酒？没有啊，冰箱里有。日本語はどうやって勉強したんですか？昔はね、学校でちょっと勉強してて、その後は日本人受けのホテルで働いたことがある。多分3、4年間ぐらいかな。3、4年だけ？その3、4年間は、日本人が一番多いの時期ですから。その後は多分ホテルの仕事は多分5年くらいかやっていましたので、その時は日本語はすごくうまいになりました。跟麦比可以换衣服了。换，你们先换吧。
本当にうまい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大家都一样。浴衣、浴衣。那我们该来换个浴衣了，好不好？换个浴衣。好像是哦，怎么那么多套啊？他给我啊，可能四六，一个人两套可以换。A new warrior has entered the ring。今天就直接就，妈，你要换这个吗？现在？对呀、啊。拍照、哦。拍照。先把它绑起来，你看你的肚子，就是这个，不是这样子啦，不是这样吗？不会冷吗？不要乱的，等一下，等一下弄，等一下啦，没绑好一起。不是这样绑吗？不是蝴蝶结吗？不是蝴蝶结吧？你是帮他绑什么结？不是，他只有。我放那个结了。对啊，你打个结就好了。这样很容易掉的。不会啦，你怕什么啊？不会啦。这样应该很容易就掉了。换好啦。真不愧是温泉旅馆，他们没有提供 WiFi， 没，我查我搜过了， oh. 完全没有其他的 WiFi， 只有自己的手机。真不愧是温泉旅馆，他完全不提供 WiFi 的。所有的温泉旅馆都这样。很，我印象中都是这样，温泉旅馆不提供 WiFi。的确是有这么回事。现代人表示惊恐。No WiFi, yep.没有啦，手机网络还是可以用啊。WiFi 温泉跟 WiFi 二选一的服务。然后大家都选择。嗯。大家都选择。浴衣よく似合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然后
是要这样子，跟我绑的有点点像吧。哦，这么难哦？没有很难啊。看不懂啊。没有网络这件，就是很严格，就是很坚定的不提供网络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他们的一种坚持啊。对，就是我们要提供最好的休息环境，当然也就没有网络给你用，不是让你来工作的这样子，可能只有大厅有，对，房间没有。可能大厅有吧，我刚没事，但是我现在刚在房间里面这边说是没有别的 WiFi 的。妈妈要去泡澡了吗？都可以啊，泡七点吃饭，所以七点吃饭，七点才吃饭，现在都可以泡它。对啊，现在还有两半小时。现在四点半，我觉得我可以开台开到吃完饭。我再去泡大众，我可以在这边先泡一下，然后吃完饭之后就关台，然后我去，就之后就关台了，之后就大众浴室我就自己去泡这样子。咖啡牛奶是泡那个澡堂在喝的啦。不打桌球，哎，对吼。温泉旅馆要打桌球，因为所有的动画温泉旅馆都要打桌球，所有的动画一定要有温泉旅馆打桌球的战斗，这是传统。可是我不知道他这边有没有桌球。我们可以吃那个披萝，还有水，还有啤酒。很贵呢，多贵？一瓶876。哦。它的，你看那个冰箱里面有一个摆的很漂亮的啤酒。水呢？水要钱吗？水不用钱。好漂亮的啤酒。啤酒要钱啊，水不用钱。スノーファイブの次の試合はいつですか？多分3月中の時でアメリカの大会へ行きます。みんなが行く、みんな全員行くと思う。我印象中的日本旅馆打桌球是柯南一集，打一打后人就死了，不止哦。我从小到大看了很多动画，去只要是温泉旅行，一定要打桌球的。那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套路啊！我今天宵夜，我今天宵夜。异形鱼，你们还记得他吗？我在柳川买的异形鱼，空棒的张修哥，异形鱼，还有充电座吧，都有充电的地方。你也不需要插座了，对，你根本没有用手机的资格。有啦，那个这边有一个冰箱旁边，你根本连手机用手机的资格都没有。哦，有一个是不是？
他是有附裤子的吗？没有啊。他没有附裤子哦。当然没有啊。好。摩登啊，要冲！行动电源没了。我看看有什么插座，这边有一个，这边有一个。我知道，那我要找一个好一点的位置。到暖炉吧。现在这边他有开那个暖气啊。没有啦，不要乱讲。馆长吗？馆长才不会来理我，好不好？舒服。
放松啦。没有打 GBF 啦，房间已经参观过咯。哦，我们可以去逛一下。我给你穿浴衣吧。你也穿浴衣吧。石油王的腿 ，Gamer B 的胸。那你也敢讲？洛克胖的背好像还不错，然后还有优罗的侧面，干那个讲 RV 的头的，你也要求哦。干，啤酒肚你这样子不行。奔放的女人。奔放的女友。哦，真的挤满哎！石油王的腿 ，Gamer B 的胸，洛克胖的背 ，Yolo 的肚 ，RB 的头，还有什么 ？Ruby 的肝，用动的嘴 ，SARS 的笑。格斗界奇美啦，五个头，好不好？正常奇美要三头，格斗界无奇美要五个头。
先回台，应该是吧？应该是先回台。淡水的腔。我们全部都穿一样颜色吗？是啊。哦，只有袋子不一样。对。哦。看起来是这样。老板来了。他都是一样的。只有袋子颜色不一样。嗯。花纹也是一样的。今天的 B4 题目也没有人代班。真的吗？对啊，看起来大家之前不是都会安排代班吗？但是这次大家都在日本。没有啊，他们不是都回去了吗？他们都回去了啊。另草香味哦。我们都没有，你为什么要把拖鞋放那？嗯？这不就是让我们在室内搓了吗？拍完了，拍完了。哦，还有什么？偷拍？没有偷拍。Thank you。怎么会偷拍？Thank you。看上海的小说。嘿。就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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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不是已经玩完了吗？还愿。玩完了。昨天好像三哥四万人呢。哦，真的。嗯。嗯。四万人。好屌啊！三哥跟老老皮还是六块。都破万了，都破最高纪录，没有，四万人这是一个纪录耶，了不起耶！你什么时候能给破四万？不用了吧，我一万我就开心了，好吧？我四千我就开心了，还四万呢。总观看几万？啊，这么红啊！因为他们造势活动做得很成功吧，所以大家都很期待。连卢比，什么叫连卢比？你讲话怎么都没礼貌？你怎么说？我怎么这么没礼貌？变他三百秒，卢比，变他三百秒。卢比有刀。卢比有刀，小心不要惹卢比。能看了，你就不能自己玩了，就已经那个了。生命危险在实况，为什么有那么严重？那你们到底怎么选择呢？你们是要选择看老皮，还是选择看残？你不是三台都看吗？一起看。你怕你心脏病发，没那么严重吧？他有一个厚的外套给挂，就是他有一个浴衣专用的外套给穿。因为汤长这样。哦。看看。清兵。
这两个今天是。精灵今天是女生吧？好像是。然后这个是男生的 ，Gendu 是男生的，今天是男生。所以真的完全会完全忘记了。哦，他有写。精灵、源流、霞雾、飞犬，还蛮漂亮的。你看，我们看得到吗？应该都要去看一看。对。看到这里，就只能偷偷看了。大哎、欸，潮物看起来不错，我看看。亮，潮物看起来很厉害。霞雾。哦，霞雾。我觉得两个都很不，四个都很不错。霞雾应该是最好的一个，最漂亮的一个。像我们去京都的那个，它就有分走。要出去逛街了，你的行动电源可以借我带着吗？它是没电吗？谁？你的那个？对啊。你的那个没有啊？我还没用哎、欸，我用的是。没有你。那是充不够快，不是没电的。你说要穿那个这个，然后配这个外套。这有没有像？就是这种外套、啊，这个穿的会比较暖的。会啊。对，然后它这个袖子很大，袖子超大。其实这个袖子里面是可以放东西的。这个袖子里面是可以放东西。他们以前传统的人是这样，手会这样伸进来，对不对？有没有在大那个时代剧里面看到，手是这样放穿进去？然后其实这个里面是可以塞零钱啊、手机啊，可以放在这个地方，对不对？他们钱包就可以放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只要拿钱，他们拿钱不都是这样子拿吗？有没有？从这边这样子拿，就是这样。台湾人去外国。
木屐。袜子，可以啊。嗯。你的行动电源在那里吗？后面还有这是什么？他外套还有哎、欸，他还有更多的外套哎、欸。它的温泉居然是24小时流的，好像有点浪费。可以关吗？可是它应该是涌泉吧，就是它可能就是从地底一直冒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它不是用抽的，好浪费啊！我猜的啦，我也不晓得。I don't know. I don't know.是哦，我刚没注意到呢。外套，哎，你不穿那个外套？哦。我看只有我这个外国人一直拿手机到处拍。来了就会穿了啦。看外面好凉哦。嗯，我说这么大件，对啊，那就是保暖外套。对，这外套。
哇，这么漂亮。走吧，钥匙。哦，他说外面有置物柜哦。这个。那个？这个。没有，他说有一个大钥匙，一个大钥匙，一个小钥匙。关了。关了。可是他没有，锁。没关系，这边有锁，这边有锁。有木屐呀、啊。就是这里穿木屐。哇，穿这样出来还是有点冷，穿这样还是会冷欸。那边呢？对，那边，因为这边都后面都是房间的。这边好像只有5间房间，但是这3间房间数量都很多。可以去三灯馆。左边，左边。住什么？住在山上。哦。山上也有。飞泉之汤，现在是女汤。嗯。明天早上你们明天早上记得来，5点起来泡汤吗？对呀。还是要去金陵池、金陵湖。都可以泡。霞雾。这边有一个霞雾汤，现在是男汤。我后来订前年四星，因为它有4个。因为之前的要太挤了，是不是？不是，我后来决定选这间。是。然后它也有一种，就是单间。嗯。特色。这边是不是看起来比较贵一点啊？差不多，这3间都差不多。可是我觉得那个这样一整栋比较。楼中楼，只有我们那是楼中楼吧？这边的都是单。哦，在那里。哇，怎么走？我们要穿木屐有没有？这边就有掠夺式。哦，能进来吗？杂志，阅读师，阅读师，阅读。竹子做出来的龙哎、欸。汤布院三灯馆木户座，你看连日本杂志都写，写什么？这一家是一定卖完的，一定会卖完的蛋糕卷。就我们早上去买，还有这个，嗯，哦，这个也是我们早上吃的那个，气死的那个。中文不是。哇，
一整个哈密瓜的冰淇淋，哇、哦，好贵耶，2000 yen。1500到2000 yen，哈密瓜的冰淇淋，实价，这也有点拼哎，太贵了吧？温泉，大分县的温泉数量和泉水涌出量是日本第一，真的、哦，这里是日本第一哦。蔚蓝色的温泉海地狱，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海地狱？明天啊，明天看得到海地狱。嗯，耶、yeah ，海地狱，这是我去的地方。你去过？可以的，哦，是吗？看你啊。你要拿给哪？哦，可以啊，我想拿就拿，拿一个。在大分，你除了可以享受到放射能温泉之外的其他十种温泉，还能体验碳酸泥浴、冷泉、鲨浴等个性十足的温泉入浴方式。但是我们没有要特别去泡哎、欸，明天只是去看是不是、嗯？有一些完全不能泡、啊哦。那我们会吃这个汤地狱、海地狱做的地狱蒸料理。历史文化，自此，大分县知识。大分县有山有海，自然环境优美，美食种类丰富，同时也是泉眼数量和泉水涌量的温泉县，日本第一。按人口比例计算的外国留学生人数也是日本第一名，目前有来自80个国家和地海外留学生。这看起来好厉害。的同时，这是什么？提拉米苏。鱼巴朗。提拉米苏刨冰。这个。卡基。为什么总是要看甜食啊？它这里面全部都甜食，好不好？你在别府哎、欸。可以去吃哦哦，拍起来四间地质没错，那我们看得懂没关系。这看起来也很厉害，它放很多甜食，可是我只要看甜食。这个看起来好厉害啊！右下角这个，这在哪里？这在别府。不是的吧？哦，我看到了，观海式温泉。是啊。是吗？不知道。这就很像。观海式一。这就很像啊。哎，真的叫观海式温泉呢。哦，这里。这很漂亮。哪有这样看就还好。照片拍的方法，拍的手法有问题。你去泡这个好了。嗯。躺在里面被埋。龟川温泉。不是不行啊，我没有不行、啊，只是没那么多时间吧。在提过过喽，在京大分县人会创立90周年纪念日。
很有质感的样子。紫原丽乃，他也是大分，不是大分出生的。这边算大分区。嗯，大分县。风之谷，啊，你要我请打电话给你吧。好。这本杂志做的蛮漂亮这边所有用竹子做的作品都是本馆的料理长所做的。哇靠，这料理长得也 太屌了。料理长是嫌做菜不够忙。嗯，本来为了做用食材用的所谓的野菜细工，就是冰细工，还有那个奶油细工等等，都会需要料。让大家看得到很漂亮的地方嘛，然后只有这个作品不能够长时间可以使用，给某种程度可以长时间保存的竹子来做出了竹子的作品，所以是被料理耽误的。对，竹艺家。为了让大家观赏，大家可以观赏的话，就会非常的荣幸。好，大分县是日本栽培竹林占全日本60%，全国第一的竹子产地。嗯，料理长太闲了。料理长真的太闲了，他做这些。料理长真的太闲。他做龙都做了耶。